新庄土地购置案也说不明白，反反复复充满了许多谎言，利益纠葛不言可喻。那竞选对手大城管讲不清楚，新庄土地购置案也说不明白，反反复复充满了许多谎言，利益纠葛不言可喻。啊，这个已经违反了一个首长应该有的基本的原则，所以我昨天晚上回来，今天晚上再来，明天晚上还要来，恳请我们故乡的父老乡亲、新北市的市民能够全力支持最好的登记第一号苏贞昌苏市长，大家一起努力，谢谢大家。